周杰伦老师学的最大的 lesson 就是，不管你是多出名、多大一个明星，一直要 stay humble， 我还是没有学这个词，但是还是你要 stay humble， 因为我每次看到杰伦老师的时候 ，like 真的是，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，真的看不到他是一个很大的明星。Like he's very very chill, very 很低调的 ，very low key。He's not arrogant, and he knows how to get work done。每次我们在讨论音乐的时候，他做事非常快的，也是非常认真。那也是对我们的performance 跟我们在比赛的 performance 非常关心。他现在在 touring 嘛，在到处做演唱会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少看到他。跟他第一个 interaction 就是用 Skype，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怕，是认为哦比赛跟老师是一直会这样吗？会有那么大的距离吗？但是跟他 face to face 第一次的时候，就开始把我们所有在网上的视频给我们看，哦，你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太好，And like it turns out， 他是虽然没有跟我们一起，但是在家里会做自己的研究，来发现我们音乐的风格是怎样的，我们的弱点跟强点在哪。And I found this so inspirational that like you know he 他的时间表虽然是非常忙的，但是他还是能抽出时间来那么关心的 care for us， and that was really cool to see you。